牧氏庄园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、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封建地主庄园。它始建于清雍正元年，共占地20000平方米，含有厅堂、楼厢480多间。总体布局井然，建筑构件精巧，规模恢宏古朴典雅。庄园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极高的艺术价值。心间